我的心跳，我的心力不尽哈，活动当然比较快，大约有20天以上。但是我看了很多心脏科医师啊，他都是开那个饮水剂给我服用，然后他不敢给我做手术的治疗，因为他说年纪太大了。那我有一次就在电视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医学院湖北附中院，我就来找到林医师，啊，林医师就很亲切，他就很非常亲切地告诉我你的病前因后果，然后现在的状况，他建议我说，能不能接受这个手术的治疗？因为林医师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师哈。那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就100%的相信林医师，他很专业，所以我就答应做手术治疗。荧幕呈现的是心导管在北北心脏里面的位置。那再来呢，右边这两个荧幕呢，是从北北心脏里面所记录到的当时的这个心律不整的电气讯号。所以在右下方这个画面看到的就是它原本每分钟200下的一个心律不整，经过我们电烧之后戛然而止，就恢复正常的那个瞬间的那个画面。那最右边这个不停的在回绕呢，就是利用这个比较新科技的这个 3D 立体动态图，我们把刚刚所看到的平面的画面呢，让它呈现一个跟心脏的一个拟真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流在心脏里面是怎么样的在回绕，那就知道该在哪一个部位做适当的治疗，所以让北北的心跳很快就恢复正常。3456782234567